着你了。飘不上去。哇，好了，我们铲子快修好了。夸张！之前玩新大陆，不知道花多久才有这个成绩在。一直抖内可以啊，但是就是。被抖的人还是会担心啊，像你抖我的话，我也很开心，只是还是会担心啊。你知道介于担心跟开心跟担心之间，你知道吗？这叫薛丁格的抖内。好，继续，让我们继续。蓝蓝晚安。啊！没挖到。这边最后会拆掉吗？还是留一个？来了来了什么？你们就放弃挣扎，好好享受没？也不是这样讲啊，就是，干也不是这样讲啊。如果跟你讲说，应该来兑换些东西，再让你抖，这样才比较好。想说，我又没什么东西可以兑换，那想算了。你们那些兑换的东西，感觉就很恐怖，对吧？动不动就人家穿女仆装什么的，谁受得了？谁受得了？哎呀，你怎么在里面？哎，这样挂一晚，应该沙子都烧完了吧？地狱砖头，我要这么多砖头要干嘛？好了，我知道为什么要弄烧这个了。我烧这个是为了拿去，为了经验。OK， 开始了。安安啊，对吧？如果哪天我突然蹦出说，开放什么？兑换啊，什么东西的？哼，不可能。看的太多了，从别台看到太多恐怖的案例了，我不敢，我不敢，我不敢。我真的到现在还没有到需要，出卖自己的灵魂。不是啦，也不是这样讲啦，就不想而已，对，就不想，只是不想，没有什么理由。你说，如果是更早、更早、更早之前的我，那时候还在那种超商啊，然后还不来这边做实况的，哎，靠北啊！对不起，我骂了很难听的话。
掉吗？我在整地耶，怎么就来了？而且困难模式耶，困难模式我打得赢吗？你们应该很少会听到我妈靠北这两个字，因为我顶多骂靠腰啊什么东西的，除非是真的很夸张那种，我才会骂到靠北。什么耳朵啦，恶心啦，耳朵，你们很恶心欸，不是你们，你很恶心欸。开干了，我开干了，我开干了！先来一发胸罩。哎、欸，对，你是捡到旗帜之后，那我在担心什么？哎、欸，那用弓箭射死不会有，还几率性的。欸、根本不痛啊，担心什么？更没有啊，我担心什么？天哪、啊！那我今天下午在担心啥会？不祥旗帜，再一个，怒。啊，扔掉了，没有用。教主牌的保证让你耳朵爽爆啊！今天下午就有人耳朵受残了哦，我也不是故意的哦，就像平时开车一样，很多时候都是发自内心的那一种呐喊，那种是真的你要突然爆的那种感觉，跟吓到的爆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这个不一样。怎么混在里面的这个东西？哎、欸，对啊，因为我的台不是很小声，阿、啊、南你们播广告的话应该又很大声吧？这个我真的要跟你们道歉呢，我真的很想办法把麦克风那些调大声呢，我真的尽力了，所以我真的没办法了。除非我妹子愿意陪我调麦克风，没有啦。没有，真的试过了。那个谁，我跟那个、啊、我们家秘书还有臭臭又陪我弄过。他们看到说你的电脑好奇怪哦，我说你才奇怪啊，我的电脑奇怪。像我之前抖杰克还是被说白痴哟，直接弄免费广告 ，FB 耶、欸、，FB 有免费广告，嗯，你骗我，哇！一颗跑过去了，有打算换电脑吗？我电脑才换两年呢，而且这台电脑不便宜耶，
欸，我之后如果拿到不祥之兆，不能乱喝，拿到那个村庄英雄不能乱喝牛奶了，不是会被洗掉吗？ 笑啊！干脆整一整啊，给整掉啦。不是可以把音量调高吗？不是，我现在已经把我听到的声音调高了。那再是麦克风什么声音，我都已经弄过了。 所以我真的是能弄的都尽量弄的。那已经有些人的电脑就是这样子啊，都试过了，这已经这感觉真的是电脑本身的问题耶。嗯，汤啊，这台电脑是我赚钱以来第二次的电脑，我跟我小，是我开始赚钱后第二次换的电脑，我赚钱以来第二，语无伦次。感谢你的500个星星啊！ 啊，白痴哦！看来问题只能等你将来有换电脑的时候才能解决。我将来我不知道哎，因为感觉我换了这个电脑，好多东西都会出现，像水里的这个耳机、耳麦啦。 其他人用都好好的，啊，我怎么用我的？我用起来就感觉特别奇怪，就好像其他人说用那这个耳机麦克风都没什么问题啊，怎么就我用起来我问题最多？超奇妙的啊！ 然后还说我是不是买到机王啊，还是什么的？我想我吓到不会吧？我什么什么都买到机王，就后来把耳机退回去，那对方那个厂商就直接换了一个全新的耳机给我。我想吓到，啊不是只是拿回去维修什么之类的吗？就什么送了一台，就换了一个新的耳机，那就又插上去，哎，还是一样。 我说：“哎，怎么这样？怎么还是一样？”哦，整这个感觉跟 ATN 那时候好像哦，就是我把我家整一条过去，可惜那时候没开台，把我整超久的，整了我看一下，那时候关台11点，我好像整到下午3，那个晚上3点吧。 CWT， 哎，这次 CWT 我真的不确定会不会办哦，是吧？我如果就算报的话，我可能人不会到场哦，就是可能东西交给其他小精灵，那我就是乖乖在家继续开台这样子，不然我真的没办法说，我。
因为 CWT 前礼拜五那个巧克团观看又蛮高的，所以如果我过去玩的话，礼拜五的那一个又没有玩到，不是玩到啦，开太大，然后业绩就少很，真的少很多啦，所以终于很多考量，我就是在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办那个去报 CWT， 而且我像我刚刚讲的啊，我也没时间画图了，所以我真的很忙，那个要体谅啊，我知道你们会体谅啊，那只是很多人会期待说我去报 CWT 只为了见我说干嘛、啊、我不是说以后都不报了还是隐退了之类的那种感觉。今年的话真的乖一点比较好哦。你是说因为肺炎的事情吗？可是看好多人都好端端没事，算不能这样比啊。我本来想说因为红包厂真的是很好清，我也不是说很好卖啊，就是清仓很好的地方。我之前就是之前那个什么Hello Girl 谁啊，忘记名字，等我一下，我想一下快想起来了。哦，那个我的立牌，我团团还有哈基的立牌啊，那时候也是卖很久，是在红包厂才卖完的，还有布布的娃娃也是，那时候都是在红包厂才全部卖完的，所以那时候就吓到哦，这就是红包厂的威力吗？然后喵还在跟我讲说，对，红包厂就是这么夸张。我说好，我以后都要报红包厂。可是这次肺炎就让我那时候其实心情有点难过，因为钱已经就报名费缴了嘛，那东西也都准备好了啊，可是就是发生了肺炎，也没办法，那个安全重要嘛。所以就是你知道，很多时候就是商品，我觉得哦，这个可能大家会喜欢，就做了一大堆，那哪知道留了一大堆起来，明年再说，不然就是这次的暑假场，如果就是只能卖旧的东西，可是旧的东西会来买的人，就是除非是一个买来收藏用，一个买来使用这样子，才会再来买，或者是买来当送人的礼物这样子，才有可能。不然其实旧的东西真的很难卖完了、啊，像我之前那个沙奈紫色沙奈那个渣渣子的那个胸章，卖到现在我是开始用送的了，就是人家金额有过多少，我就直接送他那个徽章了。所以我那个其实有点没有想当商品卖了，卖太久了。八月还能办，一定应该是可以啊。如果不要再出一些怪怪的东西，一定可以啊。啊，这只海龟怎么在这里啊？你的家在这边呢？啊，你是搁浅在这边呢？好，先回去放仓库。
我没想到我真的把这块快整完了，本来想说我应该是不会想再来碰这一块了，没想到快整完了，哇！懒癌发作。 房子也太硬了吧！房大野狼哦，那小，我这边到现在还不戴口罩。我们这边开始，我就买今天买早餐，就已经开始客人陆续过来嘛。比如说我到的时候，前面还有几个客人，然后完全都没半个人戴口罩了。之前还会，可是就感觉风波就过了，就大家又开始不重视了这种感觉。 我这里啦，什么鬼啊？怎么那么难？这么多啊？去上面挖？没有啊。如果哪天麦块真的出了那种，就是灾变的，不灾变那种天有灾情的东西，我觉得地震应该是不会装啦。 虽然已经有火灾了嘛，那再來就是，可是这是啊，这是模组才有的。之前有尝试想玩过，之前有想玩那个风灾的模组，就是正常会有风在吹，然后你掉落物掉到地上会开始慢慢被吹走这样子，然后后来玩一玩会可能遇到龙卷风。 我就觉得哇，好酷哦！龙卷风哎，就想玩那个模组。然后最好笑，如果那个玩空岛的话，你那些掉落物怎么都被吹走，所以你要在旁边建一道墙，然后在那边收集掉落物。因为那是很早以前的版本的东西，因为以前没有漏斗，所以其实那个风在吹，其实算是很好收集物资的，很棒。 干什么？长辈都说台南没有案例就不用带。
不是啊，就是搞不好你就是唯一，你就是那个案例啊，有没有？很多都嘛是没有爆发疫情，就觉得不用戴，不干他们的事，不会有事情。等一下，木门我是放这里吧？哦对，然后怎么降低一个，我就好像不认识我放的东西一样。盆栽放这，好，突然觉得好高、哦。打哈欠了。放这边，然后放这里。平滑砂岩，砂岩放上。是啊，我看一下哦。我去跟那个村民黄黄看。哎啊，我直接去查，我一起查一下有东西，我看一下卖石头的商人有没有在收砂岩啊 ？ICC， 看一下哦，没有，没有在收砂岩，所以砂岩可以要吗？看是要合成还是怎样的吧？凿制砂岩。哎，要11点了，那今天开到这边吧。不然怎么会说不怕一折啊？好啦，那今天先开到这边啦，先把这个再把这个整一下就好了。大家晚安咯，感谢今天收看。哎咻，这个应该放这边吧。哦，这个兔肉真的是看得很难过哎。平滑砂岩。陶土，那这个就只能合成啦。大家晚安啦、啊，这个明天再来整。这边虽然可能会省块，可是通通丢给明天。累了，要先去休息了。好啦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拜拜，祝大家有个好梦啦！我要上去挂网了。等到，对呀、啊。唉，然后再隐瞒不住，再来一次爆发这样子，啊，都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反正自己不会出事啊，自己是唯一，就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啊那种东西。好啦，拜喽。